我这边是糊了，希望对你那儿不要产生太大影响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嗯。如果你到了11楼，你会跟你的老板说出你真实情况吗？如果我到了11楼，我当然要说，我还要改变这种情况呢。这种对于单身职业女性的职业歧视，就是一种错误。那到时候我可会监督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解决方案，能够让你摆脱目前所有的困境，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我们结婚吧。